柏林家姐，你睇过亮斗福建省金门县大春代王文达、王平福倒塌咁早就使人送咗两张入场赠券，拉埋二十扣波子落嚟 ，Cat Felix 并遭涉事博富奴。话请我哋两姊妹死去，佢哋响小波汤猪郎夜兰密杀 Jalen Besser 果间新世界游艺场 Fanel World Park 树反和为林细妹果间新世界游艺场 Fanel World Park 有踢波场影画戏院，拉埋好捻多大排档，大把嘢入。我哋等晏昼个太阳透冇咁热时，先去拆翻碗垃圾。整碟海南雞，依下个五脏庙，饮埋碗文头雪、红豆雪、烧客雪，然后去一边间大光源有声电影戏，提客啱啱响香港运嚟石叻果出灰鞋动作外国粤语片《白白壮士》。柏林家姐，呢出粤语片《白白壮士》系世界上第一出以日寇侵华淞沪会战入边。中国国民党入面啲广府军路点撚样英勇嚟守护住上海闸北四行仓库，粉碎咗老白头想响三个月之内就搞掂中国嘅白日梦，亦对隔住条苏州河嘅英国租界入面啲红毛鬼展示出我哋中国人系唔好虾嘅。灰鞋动作外国粤语片《白白壮士》以剑声新环球公司早排在上海拍落啲战争纪录片卡拉卡拉咁混合片长拍嘅影画。港国难当前，香港仍然有好捻多人生活响纸醉金迷嘅世界树。由啲大佬何大傻饰演嘅大春代杨大明，响个台树挥金鱼肚，上扣由卢家平、邵燕飞饰演嘅歌女陈桂兰。但系要佢捐个仙使嚟救国就唔捻使旨意，由傻仔廖梦觉饰演佢个仔杨启顺，亦跟佢老豆一样，净系识得沟女。咁啱佢又系沟歌女，由黄丽诗饰演歌女陈玉兰，即系陈桂兰个妹。老豆沟家姐，亚仔就沟细妹，争埋满一家亲。响上海闸北苏州河边。中国国民党军死守四行仓库，由曹达华饰演嘅壮士身薄十二个炸弹，由成六层楼高十二丈高楼送身跳落街街，做人肉炮弹炸搞死三十几刀萝卜头。由奶油小生邝山少饰演嘅国军林俊单人匹马掩护众人撤退。国史由白露饰演嘅女童军杨翠翠。冒险响英租界游过苏州河，偷运咗一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嚟到四行仓库，由东方查理依秋水饰演佢细佬林超，就冒险爬上六楼仓顶，高原起过之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不可欺。歌女用呢啲事迹嚟屌出佢两斗滚友。两仔夜觉唔前飞，老豆杨大明决定将一半身家攞嚟买救国公仔，亚仔杨启顺就返大陆前线当兵，共赴国难。另一方面，上海八百壮士响四行仓库一直孤军作战，直至最后，弹尽粮绝，奉命缴械撤退入英国租界，受到英国租界群众拉埋英军嘅热烈欢迎。